你们好啊，大家好。你看我们当前这个杰诺斯啊、原子武士星星都满了嘛，有没有？囚犯是满的，然后你要升的话，你就到竞价这边，哦，出了一个新的材料碎片够了，右边这边还要一个材料，哦，可以透过超市氪金购买，或是另外一个活动取得。然后这一期呢，出了两个恶婆角色，一个是龙卷，一个是金犬侠，狗子，狗子我们之前没有抽到，我们再来一次，但是概率的部分，这一次是2%。所以50抽呢就有机会可以获得一个 SSR， 当然这边还有诸神啊、背心尊者、僵尸侠、深海王，那这一期就角色也比较多了，哦，一样是90抽保底。好咯，我又准备好卷了，准备开始工作，这一次抽三头好不好？新年嘛，欧洲人嘛，看练哪一个，你抽到哪一个多你就练哪一个咯。啊，第一个十连抽，1、2、3、4、5，怎么都没有 SSR。好了，继续。有没有一个嘛？给一个嘛？哎呀，停一下，停一下。好了，再来一次。像这个游戏的抽卡也是非常困难，有的时候运气很好，前面几十抽就跑出了2只 SSR。这样抽起来我就知道这一次是走衰运了，是不是啊？怎么都没有啊？哎呦，可怕啊，50抽就没了，第60抽不好搞，真的是不好搞。1、2、3，3只 SR， 再一次快保底了，快保哦，来了来了，提前抽出来了，然后提前抽出来，他那个就归零了。这背景还是普洛斯的战船，一头哦，哇靠，欧洲人呐，啊！僵尸侠，僵尸侠，我不是没有吗？我的天哪，我是欧洲人啊！全部券都送你了，再抽啊，85张也全送你了，都欧洲人了，还要说什么？正义之心真好玩啊！你是欧洲人就给他弄了，上面公告都跑出来了，有没有？继续继续，上帝的龙卷继续，等一下还有一头，不知道是狗子还是龙卷，暂停。还有65抽保底，两个公告，一个僵尸侠。如果再一头的话，我们上面这边到时候还可以再保一只。这两天这五抽必得，那我们先继续，先不理他。这样就算很好了，你有一个龙卷，还有一个僵尸侠，还不好哦。3只、4只、5只 SR， 好运要来了，快点！闪光弗拉修我也没有哎，我也没有哎，今天运气这么好哦，狂喷 SSR 啊，结果保底又重新重置了，又84了，永远抽不完啊，越抽越多啊，好，剩57了，再给他抽完。到时候26张，我们再存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抽了一堆啊，狂喷 SSR， 好多角色的公告狂跳啊，狂喜正义之心，闪光弗拉修，2只，暂停 ，OK， 再来。平常没有抽这么多，已经抽了几只了？3只，对不对？3只。好像很多 SR 之后的下一次就比较可能有很多，哦，像这样子就是没有2只，好了，还有10抽，也满意了，他没有给就算了，已经很满意了，很高兴了。有没有龙卷的数量不够多？哎呦，感觉要转欧洲人了，结果剩7抽啊，那单抽给他按完了，跳过就好了。硬锤头哦，你看真的是这样子哎，原来是这样子，他 SR 狂喷就喷了别的出来，说不定还有嘞，没有就算了，够多了够多了，已经满出来了，哇，我抽了一堆啊，我还有活动啊，他还在送东西啊，我招募了，所以我还有几抽可以再抽，今天招募比较多嘛，还有4抽，又归零了，又归零了，那先不要玩了，又归零了，我们又抽到僵尸侠了。
现在僵尸侠可以直接上去了，还有一些万能碎片先上了恶心了，技能啊什么的都给他点一点，还有这个圆盒先给他穿上去。哦，还不行，你要先突破。哦，龙卷到三颗星 ，S 技能给他升一下好了，60级，这里再突破。资源不够了，上不了70到65、66。哦，僵尸侠，我们先给他穿起来，然后等下去打一下关卡，等一下回来哦。哦，这边把他强化，我给他强化一下。哇，我的材料不够，只能强化到一半。好，也几乎是强化完了，有一两个哦，这个有些还没有办法，材料不够。OK， 那我们去打一个关卡，尽量打我们之前没有打过的，好不好？看效果怎么样。应该是打不赢，这关卡都有点强。好，前往下一层。哦，上面这边有个奖励关卡，这个之前也打不赢，试一下。好，把僵尸侠给摆上来，然后我们一只先下去。刚刚先拿到的僵尸侠，看一下厉不厉害，他会跳舞嘛？之前攻击有介绍过。然后这一关的话，邦古会追击杰诺斯。杰诺斯先下去好了。好，看一下僵尸侠的水平哦。然后我们等一下一秒能变身，看厉不厉害。好，僵尸侠在这边66级，等级还没有上来，不一定打得赢啊，那等级还不够嘛。我其他角色都90级、100级嘛。好，伤害还没有起来，这很明显力气不足。等一下看一秒能变身，伤害不够，伤害真的不够。僵尸侠加油啊，伤害不足，血条剩一半，等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再生。好，一秒了，先变身，变成大只的了。然后我们这边等一下换成僵尸侠来看一下绝技，金属棒球棍，我们的棒球棍还是稍微厉害一点。啊，看一下僵尸侠，等一下右下角要满了，这边邦古。哦，原子武士被晕起来。囚犯本身是一个辅助的功能，有攻有辅，可以回血。好了，僵尸侠，哇，原来大招是长这样子啊！哇，僵尸侠的动画这么帅，但是这个是什么功用呢？放了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啊！这关卡的回合数到了啊！